请求大师，看在主上一片好心，你甲阮倒转来郑州，互阮就近好用吧。是啊，师父，弟子愿意修得新的寺院，完全依照师父的意思，啊，想要安怎去，那就安怎去，一定会满足师父你的心愿啊。您啊，您也是未明白啊。师父，这位是新教的比丘严勇。好，好，来，这位就是名冠天下的众圣大和尚。我就是众圣，但是不是名闻天下就不得离地啊。少年人啊，哪会当如此无礼啦。礼，这位将军，你敢会礼佛？这，我当然嘛会。那呢，将军礼佛的时阵叫什么？我什么拢嘛无求。既然拢无求，将军礼拜又为何因？好一个人家己去，会出家师父，又是这位孤傲的佛祖啊！放下，师父，弟子什么着拢无做，放下。师父，弟子双手空空，伊本来面目是人，毋知影要放下什么。既然无法放下，那安尼，你就承担起来呀。地主无奈，请师父教导。好，好，好，你知的好，起来，起来。感恩师父，主上。啊，这两位神实在是无明白啊！我嘛未明白啊！这来，你家己讲，是师父，就是主，方才严勇。都入门之时，心中心
是你讲的，什么就拢无咋啦？是，也毋过，师父伊爱你放下，到底是要放下什么啊？又搁爱承担什么呢？就爱打起天下米路啊！正是啊，天下混淆，天下乱，天下乱定该还清。情牵引，天下两平安相扶，人人共享；天下有灾，人人都爱共同分担。人人拢爱有这个担当的心态呀，地主。地主也愿意承担嘛，好，好。等着你了，我一定拢在啊。师父，请上座。这几位师父是？师父，因拢是潮州城内各寺院的主持呀。为何徛伫遐？因拢是为着要恭迎师父你来到，
搁再来，等待进行测试。测试是要测试什么呀？哦，说好，要测试因的佛法啊。有何人测试啊？哦，本州是有真官，因的负责测试啊。测试的内容为何？啊，金门的背诵，我都已经在吃了，问什么佛法呢？啊？哦啊，地主明白，地主即是免读佛法测试，因拢是一方法术，我甲因同款，因若是要徛大遐，无我都过去甲因做伙徛。说好，说好，说好，地主明白。地主明白，啊，请各位师父上台立座。闭座。诸位，受我恩用啊！出名乃是丹素酒，感恩不起得助修，大王，相信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啊，家底相修。大王，阮有意识想要请教众心大师，唔知即马敢有合宜？啊，本王拜下接风所言，你为哪有疑问，彼时则来交流讨论也未晚呐。无妨无妨，每一个时机拢是好时机呀。既然如此，我们就一同聆听大师对机呀。还请大师开示。
什么是道？什么是道？就是外面那条路啊，大师，阮问的不是那个道啊。哦，啊无，恁问的是多一个道啊？当然是幸福之道。哦，幸福之道啊！这条大路直通长安啊，大师啊，到底什么是道？那安尼，啊，无你认为什么是道啊？这个问题要用几落劫才能参透啊！还请大师明示，什么是道？道伫咧问我，像遐边，伫迄个边啊，去叨位啊？大师啊，您来安尼回答吧、是啊，大师，阮问的毋是墙边小道，而是问天下大。道啊，这天下大道嘛，条条大路通长安呐、说好，就请你直接说明吧。所谓到长安的路。敢讲都毋是幸福的路吗？离开通往长安的路，才会有幸福的结果吗？这，大师啊，阮是，毋通去分别世间的路，甲出世间的路。嘛毋通将凡夫的生活行为以及修行佛法的人生活行为来给他做区分啊。对着一个真正的修行人而言，佛法并不离开咱的生活环境啊。文远严阳人才无，弟子受教了。情感比干相互融落在面前回弯道老师心有恙。
正是呀，佛道并不是真有七条路，你是什么拢无放在心中，你又无离开心中，这就是佛道。生命岁月，铭记好。是非情真。为着何大师安心住食得酒，本王将挑选上好之地，何大和尚建筑禅宫，以利众人修行啊！哦，敢问大王圣贤，随意皆可，无需大费周章啊！哎，师父不用客气啊，这是地主一点仔心意啊。大王，你单独为众生建立修行之处，毫无意义啊。如若大王你执意要建禅宫，动一经错。那安尼，众生即刻就回到酒哦。这，师父啊，弟子身为一酒之主，一言既出，如何领受？就请师父你欣然收下吧。文远、严勇，咱回来去调酒。师父，师父。地主召请大堂天主，意思只加些，并封师父为真济大师，朝廷去搬真济善意以便。我走以后，你才将我书房的符钉送给帝王，就算是我一生永不亲。寂寞。